防控工作第185场。目前，全市16个区当中，已经有15个区实现社会面清零，封控区的总人数降到了100万人以内。昨天，新增阳性感染者的数量首次降到了1000例以内，全市社会面已经连续两天无新增阳性感染者报告，我市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，防控取得阶段性的成效。